是诸佛赞叹世尊。这一段呢，世尊自己说出来了。所以藕益大师讲，释迦牟尼佛修什么法门成佛的？念佛成佛的，念阿弥陀佛成佛的。啊，什么经上说的呢？就是这一段经文说的。啊，你看他告诉舍利弗，还不就告诉我们大家吗？啊，你应当知道啊。啊，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的，我与无着卧室行此难事，这个难事就是念佛。念佛是难信之法了，念佛成佛了。啊，他念阿弥陀佛，所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啊，这一句是我们世俗人常讲得到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佛道，无上的佛道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得成佛道，是修念佛法门。啊，无著卧室的修念佛法门。啊，那么又为一切世间呢说此难信之法，这个一切世间是讲九法界，为九法界众生呢说这个难信之法了，就是念佛成佛之法。啊，世尊讲是为甚难呐！啊，甚难，真的难信。所以真正能相信这个法门啊，这个经前面讲得很好啊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你能够信这个法，能够理解这个法，能够修行这个法，那就证明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啊，你种的这个善根多，善根福德多，这一生遇到了缘分啊，好的因缘，你成就了。善根福德因缘少一条都不能成就啊，这个三条通通具足不是容易事情啊。好，我们看底下藕益大师给我们的开示啊，第八段，故一声阿弥陀佛，即是释迦本师于无着卧室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啊，我们刚才念的这段经文啦，今以此古觉全体啊，今是讲现在啊。释迦牟尼佛把他自己所证得的无上菩提整个授予无着卧室的众生，真不容易啊。那诸佛所行境界，为佛与佛能就近啊，非九界自力所能行界。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体会到难啊，真难啊。啊，下莲居老居士，你看在净语里面讲的啊，说的这个法门难信，难信，真难信啊。念佛的人很多啊，为什么他不能成就呢？他不信啊。啊，怎么知道他不信呢？他夹杂了啊，念佛夹杂着妄想在里面，什么原因呢？不信。真信呢，他就不夹杂了。为什么呢？真信呢，他把这个世缘啊，世法佛法通通放下了啊，决定不夹杂，很容易成功啊。啊，我们在
往生传里面，在净土圣贤录里面我们所看的，大概这个真信切愿啊，事出世间法能放得下的人，快的3个月到半年，慢的2年三年，他就成功了。西方极乐世界他就得到了，他就能去了啊，欲知实知，真的去了。所以从前曾经有人问过我啊，不止一个啊，他问我这个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讲的这些念佛人往生，大多数都是3年，是不是他们从开始念佛了，那寿命3年就到了？我跟他们大家说，我说不可能这么巧啊，天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啊，每一个念佛人3年都走了啊，我说不可能这样巧啊，实际上是什么呢？他3年成就了，他还有寿命啊，他不要了，提前走了。我相信这种人很多啊，最明显的宋朝的盈科啊，他真是勇猛精进，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阿弥陀佛告诉他，你的寿命还有10年啊，等到你10年寿命到的时候我再来见你。他不要了啊，我10年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就跟你去。阿弥陀佛答应他，好，3天之后我来接应你。3天之后果然往生了啊，所以你要晓得，有能力去的人啊，真正念成功了啊，什么功夫呢？实在讲不是很难的，功夫成片呐啊，凡圣同居土往生啊，许多人到这个境界走了，对这个世界没有贪念呐，真放得下了。这个说法呢才合理啊！我们如果功夫到这个程度了，你想想看，你愿不愿意去？你还愿意在这个世间受苦吗？哪有这么傻的人呢？啊，能去，真的功夫成就了，能去还不去？只有一个理由。我跟这个地方众生还有缘，我还要多带几个去啊，我不着急去，我在这里再住几年，多带一些人去。诸位想想看，除这个条件之外还有什么条件能够把他留住？没有啦啊，那么这样的原因留在这个世间，这是我常常讲的，就是尘缘再来了，他的业报身呢，这个问题啊已经解决了啊，确实可以随时往生了，他还不走，帮助有缘众生，就是说这个世间还有一些人能信啊，能信他劝导，能理解，能行，这些人能往生。他不是为自己，他没有自己没有了，他为众生了。